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就真实的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有一个查甫人30岁，啊，做生意做袂趁钱，身体个歹，因某逐工甲冤家，想要离婚，哇，足艰苦足艰苦，啊嘛无法度呢，啊，啊有听讲释迦牟尼佛足出名，哇，徒弟也真济，然后呢，这个30岁生意人破病，找佛陀讲，你叫做佛陀足出名，啊我破病无趁钱，某逐工冤家。我足艰苦啊！你无去给我改一个，这改一个啊！佛陀讲好，我来给你加持，你转去吧。因为佛陀伊无了解佛法，释迦牟尼佛人家讲修济呢，伊嘛听无啊，所以爱就转去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既然答应的代志，大慈大悲一定去加持。那释迦牟尼佛就用伊的神通去了解伊的过去世，伊过去世佛陀就化变化到一个。普通的出家人去一丁四人的厝，那么一丁四人的厝，因囝嘛娶某生囝，然后这个出家人就问讲，恁老爸咧？哦，阮老爸30几年前就死啊，啊，我真友好啊，出家人啊，我当年甲抬一只羊啊，把个拜拜，个拜拜，用印度教就抬羊啊，放回拜拜，希望阮老爸升天。结果佛陀所变的出家人就讲，啊！如果恁囝从台放回，你会艰苦，就艰苦啊！啊，一样艰苦。啊，咱互
其他的生命艰苦，哪有法度让恁的老爸快乐？伊个想法都唔对，哎呦，我拢唔捌想到。啊，大家拢在台湾，我咧台，啊，或者讲安尼唔对。你若要你的老爸真正友好啊，你若有钱呢，帮助善巧人，叫有道德的人念经啊，扶持该扶持的去做善事，啊，让恁的老爸快乐，这比较健康。哦，伊先有理有理，然后出家人离开啊，啊，因囝就安尼做。啊，经过三个月。迄、那个三十岁破病了钱的人，哇，足欢喜的，金光强强棍来找佛陀，哇，你真正是佛陀，哇，你甲我做解一个吼，哇，我即马趁钱，阮某对我足好，我足健康咧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各位。所以佛讲讲的，咱的老爸若无超度，乃是咱顶世人的囝，袂晓甲咱超度做功德，就甲咱祖先共款，咪影响了你一世人。不但呢？一定是人的囝，主张改变做法对伊老爸，伊嘛变个足好个，足快乐。即个咱中国人讲啥呢？拜祖先，但拜祖先是友好，但是方法爱正确。如果各位呢拜祖先太贵、太牛、太低，拜祖先还是不好恶业祖先，这点道理咱来了解。因为底下贵啊，红太足疼足疼，那有可能将这足疼去建立快乐呢？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各位今日听我咧讲，后摆那今日后壁传遐尼济，哦，拢是熟悉的好料诶，个水花，啊，咱大家都只听佛法做善事，那咧这种才叫做好的代志，互众生快乐。啊，小张哥，因讲我准备安尼后壁一包一包，没有咱这三例诶，即代老人即嘿，食一个好料诶，这毋才叫做好代志。啊，唱佛歌互人听，乃是咱决心要来做善事，今日安尼救命长寿啊，健康啊，迄台鱼啊、鸡啊免红台啊，啊就免红台的艰苦，啊，佫有法度长寿啊，啊，佫该念佛皈依也甘露水，哇，这种的快乐，唔只好老人快乐，安尼意思各位有了解无啊？啊，所以对今日开始，咱都讲到身躯有三种行为，卖去做，才有法度改变命运，对我念，卖杀生，多放生。假素食啊，各位要开始改变啊，慢慢啊，假素食、假杂斋、假水杂哦，啊，你若有法度，免甲人计较做生意，咱家己，我奶奶家己就爱去假素食，迄米蛋足好食，足好食啊！今摆食什么？嘿，你是海涛法师吗？我你认唔着人啊啦，假爸假公啊，因为我就爱食路边摊，佮亲切，佮好食。啊，食喺大场诶，迄是咧交际应酬无多啦。啊，但是家己足方便，啊，家己煮嘛好，所以希望各位呢健康快乐，好唔好啊？不但你健康快乐，咱做囝做事事食素食，老爸老母会较快活未？友好啊，咱替老爸老母咧食素啊，啊，替老爸老母咧做善事啊。所以后摆各位若要做善事，用老爸老母的名去做，加十万倍友好的功德啊！因为无为着家己，为着爸母，所以友好世间第一功德。啊，所以第一条我念一遍来：卖杀生，多放生，爱食菜，健康长寿，无冤亲债主。啊，你暗时就好困啊，没人有诶无来来找你啊！啊，因为死动物死毛灵魂。第二条，卖偷盗，多布施，帮助善巧人，生生世界好业自在。啊，别去用多钱啊，好业自在为啥来？好世人，你就出世伫好业人的厝诶，啊，无就升天啊，出世伫快乐的所在。所以，卖去迫害别人的财产，卖讲骗钱、偷提钱、拐钱，这道理啦。进一步，各位呢，即马社会时机无好，有法度讲斗三工，咱就讲斗三工。啊，老人伊孤立伊，看人咧去病伊，啊，咱就讲斗三工。人咧去服侍，要做善事，咱嘛该斗三工，出去的钟啊嘛好。只要咧做善事，第三条辛苦来卖邪淫，什么叫邪？男女红阿婆中间叫做正淫，会使斗阵咧。但是红阿婆以外叫做邪淫。啊，下一面胳膊呢？家庭破坏，生生世世感情无圆满，做孤儿啦、孤单啦，足艰苦啊！无好报，不邪淫，修犯恨，
啊，犯恨的从出家人呢，一世人无男女的爱情，一世人无男女的关系，安尼快乐无？足快乐，啊，足快乐。你若去修爱什么人哦，你足歹命，足艰苦。爱情是快乐啊，痛苦，痛苦，啊，听起来爱情跟他食毒同款啊，老实讲，爱情跟他食毒同款，无伊会死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变得快乐，爱戒毒，啊，爱动起来，爱动起来，卖去贪恋这个啊，又将去破坏着别人的感情，拢无好。所以辛苦这三条，吹卖修行来，卖骗人。卖公鼠灰，卖美人，哎，这基本的啊啊，同样就是卖骗人，这社社会骗来骗去，假物件，要当作真的卖，骗钱啊，骗色。那如果你若嘴爱骗人啊，你口才歹，信用歹，无好报。哎，嘴嘛爱控制，第二条，卖食毒，卖饮酒。啊，各位也开始练习啦，酒来啉了，开车弄死人啊！乃是兄弟冤家，夜到烧台，你酒来啉了，你都无法度打坐，你控制袂掉，你的心灵脆弱啊！所以慢慢改，吹一招哦，卖啉酒安尼啦啊，尽量减到最低。因为如果你喜欢打坐练习，那你就尽量不要做啊。我再来，心嘛要修，来卖贪心。多慈悲啊！唔通干那修求修俭哦，我要退入来，那么爱开始关心别人。再来，卖生气，卖万分，修忍辱。咱伫这世间，什么代志啊，拢未顺。这世间叫做无常，五浊恶世未顺，什么代志拢变化无常。啊，有的人安尼就气甲要死，骂甲要死，安尼心情歹，爱生气的人。来，对我念一下，爱生气的人，生了歹，声音歹听，无钱，无人缘，落地噶。你要选多只？哈，不爱生气的人，生了水，声音好听，钱多，人缘好，死了升天啊！所以智慧就自己去选，你是要选黑，还是要选黑？不是神在给我们决定命运，不是佛在给我们决定命运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在决定命运。所以各位呢，我们的心也要修，心修这三条，来，念一下，卖贪心，卖生气，卖牛气。什么是牛气？今后读书考才就好，卖跟我讲一套人死无来世，那个就无信任过。啊，歹人无一定。歹人嘛好命，好人无好命，也讲了无信任过。所以各位呢，牛气下贱，你就不爱信任过。啊，不爱信任过任过的人，你该讲嘛无好啊。啊，那鬼啊，就是要欺哄家，你嘛好啊，你放心。这个叫牛气下贱。那牛气下贱，这个世间足济啊。啊，咱来同情伊啊，但是咱袂使，咱若听道理，要去分析，有理，咱都要信啊。爱去想，有理咱就爱改变。所以内心内底袂使有这个贪嗔痴。简单讲一句话，咱生命的艰苦拢是为遮来，啊，因为咱的内心内底有这个贪嗔痴毒烦恼。啊，你的身躯就去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骗人、饮酒、食毒。啊，你的命运就落地甲受艰苦安尼。有的人最好命，有的人最歹命，迄是决定了咱的行为思想。所以释迦牟尼佛。干我家将这个道理跟咱讲，啊，咱既然了解这道理，咱就要改变自己，啊，卖生气，有的人脾气就歹，啊，我都无法度脾气就。